锵锵三人行，哎，最近这个梁朝伟给你们俩抢饭碗了。怎么了？那文道不也写个影评什么的吗？好久没写了，怎么样？所以梁朝伟接班了。梁朝伟跟尔冬升是吧？尔冬升这个人家俩挺好。那个尔冬升拍了一个电影，我是路人甲。然后梁朝伟呢就为这个电影啊写了个影评。这下子这些人们就疯了，一吟梁朝伟。哎呦我的天哪！就说怎么了？好文艺哦！一般女的就是说梁朝伟写的当年在横店拍片子的时候，经常骑的自行车。什么我跟你一块看流星雨啊什么的，就是这个很文艺啊，而且就说文笔最好的明星写了一篇这么有文笔的一个影评，甚至真是他写的还是？我觉得应该是吧。他甚至还回顾了当年这个他的人生，对吧？就是说当年周星驰拉他去艺员培训班，否则的话他根本就是没想到自己会走上这条道路，云云。这现在朋友圈上传的都疯了。然后哎，咱们可以看一下照片。他本来也爱看。梁朝伟最近得了法国的一个奖。一个军团骑士，军团奖啊，军团骑士，纪念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的文艺战线上的工作。文艺战线上，来再看看这个，哎，这个嘉玲姐姐，哎，你看俩人这一起出现呢，顺带也破除了说两人不和的传闻啊。你看，我现在做娱乐节目多了，你是怎么回事？来，就是反正就是说梁朝伟的这个影评，哎，咱们这个社会啊，我现在觉得人的魅力很重要。就是你一个人要有魅力。你看啊，这个说这个《娱乐至死》那本书里讲，从什么时候世界好像发生了改变？从尼克松和那个被刺的那位肯尼迪，两位，这是第一次在电视上辩论。竞选总统辩论的时候，这位作者就是说那个时候世界出现了一个改变，就是说尼克松和肯尼迪往那儿一站，富二代官二代意气风发，英俊潇洒，是吧，侃侃而谈。尼克松一显就是昨天没睡好，而且他那个时候刚有电视，哪想着化妆啊，完全黑这个眼圈，一个老头那个样子。人呢，其实那个时候他也不老，也不老，但是形象那个时候他没注意到进入了形象时代。他没有那个肯尼迪那么帅。对，也许你比这个年轻的总统更有经验，城府更深，更有学问也好，但是形象的时代到来了，你这个人没有魅力，你知道吧？没有魅力你就没戏。但我觉得梁朝伟不光是一个形象的问题，他还的确还是个演技。他你这形象呢，香港当然大陆形象好的演员还是很多。我说的这个魅力还不是那么浅层次的魅力，我说的这种魅力啊叫人格魅力，就是由他的演技，由他这个人的方方面面，哎，我最近学了好多词儿，这个词儿啊很适合用来讲讲梁朝伟之类的这个现象。是就是说法国现在有一个学者提出啊，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的区别是什么？有个哲学家讲，他用了一个词叫外暴和双博主啊讲的内暴，对吧？对，就是现代社会呢好像叫外暴，它指的是很多明显看到的价值，比如说现代工业的发展，或者说您是这个研究生物的，那么袁隆平哎你弄出了水稻，事业上非常大，就是这个方向，就是很专业很专门的这种叫外暴型的。他说但是呢后现代社会的特点呢叫内暴。内暴是什么意思啊？各种价值混淆在一起，混在一起，也就是说，你今天看一个法国的一个总统，你不是光看他的治国能力，你对这个人的认知啊，还包括了他的第一女友，还包括了他的出的一些绯闻，还包括了他太太的裸照，以及八卦周刊的报道，以及他有一次喝醉了。以及他的治国能力，就是后现代社会的特点，就是你认知一个人呢，是全部，混成一个你对他的认知。也就是说，你看，你想你今天，你想想你对刘嘉玲的印象，或者你对梁朝伟的印象，是不是演技呢？有，但不单纯是演技，
还包括了他的小眼神儿，那种杀死人的小眼神儿，哎，还包括了他平常不太爱说话。我怎么觉得这个又回到传统了呢？这个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传统的看人的一个态度，就是要一个整体的人，或者说是他的表演跟人品的关系等等。这个在中国历来都是啊，我们中国儒家看人就是要看整体嘛，不单是看你的样子，不看你做什么，还看你人心怎么样。而相对来说，近代的工业社会使我们倾向于比较专业的看人，我们那叫现代社会，对对。但后现代社会呢，又不分界限了，没有界限。因为如果布希亚那个讲法，就布希亚嘛，说不说，他那个讲法里面还包含一种还要多带一个层次线，就所谓的 hyper reality， 超真实。嗯，你比如说像在现代社会里面是戏剧是模仿真实。在后现代社会里面是真实模仿戏剧，没错。你比如说以前我们学老派俄式演员的训练方法的话，会教你数钞票，数数数数数，数到有一天把这个钞票拿走，你手是虚空的，没有钞票在手，继续这么数，你仍然让人感觉到你手上有钞票在数，这叫演得好。为什么？这叫模仿真实达到一个程度。嗯，但是什么叫做真实模仿戏剧呢？是当大家看演电视里面一个黑社会吸烟，哇，把龙摆烂肚吸得那么酷，然后大家觉得以后吸烟都那样。其实以前没人那么吸，他是专门为了创作一个角色搞一个吸烟的姿态。嗯，就等一下当年周润发英雄本色穿那个大黑大衣那样子，其实黑社会都不那么穿。嗯，但自从周润发英雄本色这么穿之后，黑社会都要那么穿，这就叫做真实模仿戏剧。然后这里面还牵涉就梁朝伟这种情况，就是说由于他是真实模仿戏剧，所以他的所有的视觉上面，他在大众媒体里面体现出来的任何片段，都组合成了一个超级形象，而那个形象使我们觉得那是比真实还真实，哎，值得效仿。是，对，我就是看了《无间道》才去买了一件这个黑色的皮夹克，后来穿了照着镜子才发现自己不是梁文，不是那个梁朝伟，哎呀，完全买错了，那个西装的那个黑装，黑色西装皮夹克。但是我总觉得，怎么来说，我还是觉得，我还是现代的。我觉得后现代这个东西是很大问题的，就是那是一种幻觉。对，因为对我对演员的看法。我还是相信演技。我其实不知道梁朝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们的夫妻几十年是怎么样的，我们也他个人心里到底对很多事情是他的私生活是怎么样的，我并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但是我的的确确感到色戒这个男主角由于他的演出使得我们最后不自觉地同情了一个汉奸。嗯，对不对？这个戏要是不是他演，换一个别的人演，我们就会仇恨这个汉奸，哎，对不对？对，所以这点来说，我的观念就是这个一个层次。你是现代的标准，然后呢，你看现在讲梁朝伟写影评这件事儿，嗯，让人们对他的认知和这个怎么说呢议论，这就恰恰是我刚才说的后现代的一种内爆现象。嗯。就开始，哎，演员明星，你看他写了一篇这么文艺文笔让我们这么喜欢的一个影评，你看这也构成了他的形象的一部分。你知道，就是要不说中国这个社会啊非常有意思的，你知道我们这么一个前现代的社会状况出现了后现代的很多特征，但是我们偏偏跨越了现代的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我们在好几回我就发现啊，我们这个神秘的东方古国呀，好几次已经跟世界潮流啊发生一种暗合，但是又是非常莫名其妙的暗合。你比方说60年代我们完全闭关锁国，我们哪知道外国的在闹什么。我们60年代的时候就在闹红卫兵，文化大革命，极左左派，对吧？但是全球。可是呢，那全球当时60年代是全世界的，对，全世界的这个红卫兵，嗯，全世界的青年左翼的运动。对。可是问题是，我们在闹着这个运动的这些人呢，完全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情况。不，知道，
知道那个时候全世界的人跑到北京来，这个热爱毛主席，那个全球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轰隆击，这个是一个真的东西。对，但是全共斗占领东京大学，法国上百万人，对对对 对, 对，那个时候，但是我认为你们也不是真正的知道，嗯，你们是被选择的。得到的资讯是选择印象放放，并不是你今天回看六十年代的时候那个全世界的图景，嗯，那个跟你当时看到的图景是有偏差的。但是就是特别奇怪，它就暗合了。你看六十年代中国在这个热火朝天，全世界青年都在上街闹事儿，你看它暗合。这就是整个二十世纪呢有两次左倾的高潮，嗯，中国我们的这个政党啊，中国的革命也就是在这两个达到高潮。然后你看一个就三十年代，一个就六十年代。然后你看到了现在，你说中国，哎，我说这土鳖是，哎，咱不能这么说了，就是相当一部分的一种土鳖社会，我认为对吧，在相当角落里都是土鳖社会的形态，嗯，那么但是它盛行的很多现象，的确出现了在西方世界，也是后现代文化的。你比如说范冰冰、李晨这种非常典型的，就是咱们说的这种内爆啊，就是说，演员的这个戏、演员的八卦新闻和这个莫名其妙的很多种东西，生活里头、生活外头，真实的、虚假的，全给搞在这么一起。所以有些是因为大众文化，这个，这是后现代，对，詹姆斯，后现代啊，那个美国那个 Duke 大学的那个教授，他命名的后现代这个概念，就是他就提出来，他当初拿出来分析，就是分析这个未来世界，对不对？就分析美国的，就是平面化、泡沫化，就是把什么东西。不像现代社会那么强调社会的高级啊、低级，就什么东西Hello Kitty、哈利波特什么东西跟莎士比亚全混在一起，全混在一起。对，我觉得不是很适合再用这种什么现代、什么时代这样的词眼来描述现代社会。为什么呢？因为现代社会一个很大的特征，我们先去一下广告再说。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文道，你比如说，因为为什么呢？早期的讲后现代主义的这些讲法，布希尔也好，詹明信也好，都或者当时的文化研究都太喜欢讲文化，嗯，讲文化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很忽略了所谓的生产，忽略了经济跟政治的问题。那么你光从文化生活来讲，说我们进入什么时代，什么时代意义并不大。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更通行的情况是，不只是中国，任何国家，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每个国家的社会都是同时既在这个时代，又在那个时代，既有在这个时代的部分，也有到那个时代的部分。你如果到了我们偏远的贫困地区，你觉得我们是前现代；你到了上海，你觉得我们在后现代。对，因为我们就等于你说中国现在到底是第一世界还是第三世界？如果单从文化生活来讲的话，你说不出来，因为你在北京，你觉得你在第一世界；你到了贵州，你说不定觉得自己在第三世界。我们中国是三个世界同时存在，都分布在一个版图上。那个电影《赫尔》不是就是跟那个虚拟的女朋友谈恋爱的吗？对，我全部外景就在浦东新区，都在浦东啊，就在那个就很超现实嘛。哎，就在那个地方，那个他全部用那个取景。所以你看，所以我觉得中国就已经很好的说明，我们是三个世界同时存在在一个国家。后现代、现代、前现代也同时存在于一个国家。对，那么今天这是其实全世界很普遍的现象。但是中国有一个特别的情况，这三个，如果我们来这样划分，这三个他们的时间观是不一样的。前现代哈，中国人的时间观是循环的，嗯，面对过去的世界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嗯。后现代的时间观呢，又是没有未来的，未来是恐惧的。未来是灾难的，相信明天，相信社会会向前发展的呢，恰恰是一个近代现代的一个欧洲的时间观。所以中国目前的社会现实是很多落后的所谓前现代的社会基础，跟泡沫一样存在的娱乐界的后现代的现象的结合吧。可是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确实一个现代的，就是相信我们社会就是现代化现代性往前走的。问题的复杂还在这个地方，你明白吧？但是这个时间观的改变是严复翻译天演论以来中国人的所有读书人掌权的人甚至老百姓心底的人都觉得一些概念是根深蒂固在中文里，比方说进步，比方说前进进化，哎，比方说总之是进这个前这个是好的，先锋前锋，我们向前进，这些基本的概念这不是后现代的。所以我自己觉得前现代是我们的地气，是我们的土壤，你甩都甩不掉。后现代是个表面的泡沫，而整个这个社会，我自己觉得主流能够做到的还是在往现代的方向发展。我觉得你相信什么和事实上是什么，永远是两回事儿。所以要吴教授，我真实的看法呀，我根本就不太相信这些个划分时代，对吧？你划分，就中国正在出现一个，我认为啊，没有什么可划分的，前所未有的一种情况。这真是就是，哎，怎么说呢？经济高速增长，这个是人家看到的。文化上没有取得跟经济上一样的成就，相反呢，走向的这种，我都算是，哎，我觉得我在中国这些年，我也觉得有点找不着范儿了，因为我这个人原本是以低俗著称的，你知道吗？就是我这么鄙俗的人，我在咱们这个，怎么现在看到还有这么多更俗的呢？是不是啊？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这样，我现在有时候有错愕，就我过去是被当成三俗来批评的人，是，可是现在我去一些内地一些地方做节目，我被说我被当成正能量的代表，甚至有人说。他虚伪，他正能量，哎，我觉得太奇怪了，你知道吗？就是这是一种什么情况？所以哎，我最近我也看了一个潘采夫先生啊，在这个凤凰网上写这么一篇文章，就是说这个他写中国电视正在走向反制。我觉得有些话呀，就是其实我是在乎你要电视节目真火也行，但是他恰恰潘采夫说的不是这个道理，就是说美好的进步的电视节目对我们社会的正面生长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而节目办得不好办得不进步会导致两种后果。一种呢是对数亿的电视观众，尤其是那些普通的市民和农民，对他们看世界和处理问题的方式啊产生负面影响，让中国的民间社会变得缺少宽容文明和处事的智慧。另外就是会驱赶青少年和有上网条件的人抛弃电视拥抱网络，实际上这个过程也早已经开始了。说现在中国观众抛弃的不是电视，抛弃的是不好的电视，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的人呢，你也得想想为什么人都不看了。哎，你人就是会走到自己的反面，你越追这个收视率啊，你追去吧，你知道这就叫劣币必定驱逐良币，到最后你把池子全搅浑了的那一天就是你这个行业搂到地的那一天。哎，你觉得是中国的电视反制还是电影反制？都开始了，电影也反制。我怎么觉得好像电影的问题更大？因为你知道15年的二月哈、是一个转折点。15年的二月中国这一个月的票房超过了美国，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现在全年呢中国的票房还是美国的大概三分之一，全年，当然这个数字会越来越上升，但是二月一份正好过春节哈。但是你仔细看二月放了一些啥片呢，我不去讲，但是比较文艺性的就是狼图腾了、另外的就是什么另外几部你们一查就查得到、但是票房超过，这个在全世界都是一个大新闻，因为人家发现这么大的市场啊，你这个一个按月的票房超过北美票房啊。但是真的你说拿出来的电影目前几部啊，我数来数去，比方说差一步之遥啊，这已经都算非常好的了、归来啊什么什么，另外一些电影它这是票房多少亿多少亿，就是我觉得好像电视啊，我跟你讲，不管怎么样，还有几个节目，还有不是徐老师，你就这就是我跟你讲这个后现代的现象、内爆的现象。
烂片有票房，你还真是挡不住。心花怒放，烂片就是有票房。那你说怎么着？因为现在他这个观众进电影院的动机啊，已经不单纯跟一个电影艺术本身的好坏相关了，他跟很多事情都相关。比如说你最近闹了个绯闻，可能都会影响票房，对吧？你这个或者你这个片子以烂著称，烂出了烂，比如说烂的大了，名堂大家都想看，烂的网上都骂大街了，大群众开始闹了。那还能不看一看？你这个莫名其妙。所以我觉得，但你刚刚这么讲，我觉得你还是挺乐观的。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刚才文涛你这种预言呢，你就等于说我们这么烂下去，迟早有一天这个行业要完蛋，迟早有一天这个池子就要干了。那但这里面为什么我说仍然是乐观呢？乐观的意思就是有点好像有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终于有一天会烂到全完蛋，完蛋了其实是个好结局，你知道吧？完蛋了之后就表示终于这种局面是要终结的。但是我比你悲观，我的看法是我们会持续烂，它也不会终结，而且继续快乐的烂下去。为什么？很简单嘛。你比如说我觉得你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是可能做的节目比较多，可能对一些现象比较痛心疾首，我非常理解。但是长远来看啊，我觉得没必要那么悲观。为什么哈？我跟你讲，一个社会的正能量或者是主要的好的观念哈，它有时候跟这个传通俗的东西的关系啊是非常复杂的。普安迪啊，那个 Princeton 的一个有名的教授，他研究明代四大奇书，对，他有个结论，非常精彩的一个结论，我给你介绍一下。他说我们中国人追求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不对？这是我们的主流价值观，对不对？可是他说四大名著哈，都是在唱反调。对，西游记就是说修身很难，对不对？金瓶梅就是在讲治家无方，齐不了家。那个水浒呢就是讲治国啊根本就是不行啊，国家就贪腐啊混乱啊。三国就讲平天下平不了啊。可是四部伟大著作啊，它都在讲我们中国核心价值观的困难啊。回过头来他们还是四部伟大著作。我不是讲今天的通俗作品会成为这么伟大著作，但是放心，要是我们的民族，要是我们的千千万万的名著始终不离不弃地追着某一个东西，非诚勿扰也好，爸爸去哪儿也好，什么什么也好，它始终会有一个东西跟主旋律唱出一个非常复杂的复调的关系。不要担心，你说的这个就深了。你说的不要担心，我觉得普安迪的看法是非常精彩的。对，但是我担心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 OK， 我们通俗的东西是我从来不怕通俗的东西，我担心的是说好东西而已。对，你比如说《权力的游戏》其实也是个通俗电视剧，对不对？对，它卖的那么好，它就是权力，但问题是它好。就通俗之中是有好坏高下的，没错，我说的就是这意思。品质的，我不是说搞那种什么高大上啊，什么精英，不是。但我特别不明白的就是，哎，《阿凡达》对啊，这是通俗的电影啊，怎么就好看呢？怎么你中国高票房的电影就这么烂呢？对，你这个怎么解释呢？《权力游戏》在观念上跟你所有正确的东西唱反调，可是他拍的这么好，他将来就是一个好作品。对呀、啊，这品质的问题。你比如说西方的一些真人秀的节目，拍的品质非常好啊。他还不是明星，人家就是普通人去探险啊，那种求生者，那种不也有这种节目、啊？所以最重要的还不是观念，对不对？最重要还是具体的品质的操作。要么要是我们有100个梁朝伟，
要是我们有100个张艺谋，是不是就好了？可是坦白讲，我觉得今天中国电视制作能力是很强的，非常好，是国际一流的。对，但是问题还是在于真的是观念，还有各种的捆绑。我觉得这个捆绑问题非常严重。对，然后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越来越肤浅，越来越庸俗，越来越没格调，也越来越没有骨气，也连电视人自己都失去了信心。然后说，雪花垂。